自动步枪射击，验枪，验枪是一项保证安全的重要措施。使用武器前后，及必要时均应验枪。验枪时，严禁枪口对人。听到验枪的口令后，以右脚掌为轴，身体半面向右转，左脚顺势向前迈出一步，两脚分开约以肩同宽，将枪向前送出。 左手接握下腹盖，枪托抵于右肩，左手拇指打开保险，卸下弹夹交与右手握于握把左侧，左手食指勾住机柄。当指挥员检查或自验枪时，左手向后拉枪击数次，装上弹夹，右手扣扳机激发，左手关保险，移握下腹盖。 听到验枪完毕的口令后，右手握住提把，在右脚靠拢左脚的同时，将枪收回，恢复单手持枪立正姿势。